是天主给他的儿子，但是值得一提的是，萨罗门王不求天主所得的智慧，是使他明智的管理他的人民，并没有任何其他物质或政治方面使他有所求。现在就请大家恭听这篇天主圣言。恭读列王记下。那几天，上主借梦显现给萨罗门，说：“你要我给你的，我必定给。”萨罗门说：“上主，我的天主，现在你使你的仆人代替我父亲达味为王，但是我还太年轻，不知道如何处理国事。你的仆人在你所选的民族中为王，这是一个多得不能的统计，不可胜数的最大民族。因此，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慧心，好统治你的子民，判断善恶，否则谁能统治你这样众多的人民呢？”萨罗门求了这件事，获得了上主的欢心。于是上主对他说：“因为你求了这件事，而没有为自己求长寿、求财富，或求消灭敌人，却只为自己求了智慧，好辩于正义，我就照你的话去做了，赏赐你一颗聪明智慧的心，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人，在你以后也不会有一个像你的人。”上主得胜。感谢我是多么爱我。
天主现在及未来都在扮演他的角色，把所有信徒从基督的带入荣耀，即带入永生。现在请大家恭听这段书信。恭读圣保禄。